接下来压轴入场的就是我们帕运选手、教练，还有奥运帕运团本部车队，代表台湾出赛帕运的十位选手，一共参加了六种运动项目。他们秉持的精神是 Together We Move， 带给国人正向积极的力量，也让全民一起成为台湾队，走向世界。请再次让我们替所有的英雄喝彩欢呼！下一届2024的奥运以及帕运，请大家继续做选手们最坚强的后盾，相信他们能在巴黎再创好成绩。最后，请现场的贵宾给台湾英雄最热烈的掌声！热烈掌声！谢谢总统、副总统及主席一起为英雄们喝彩。现在请总统、副总统以及主席回座，继续欣赏后续的展演。谢谢总统、副总统以及主席一起陪着大家跟英雄们喝彩。